这里大概是有一个游戏区，游戏区，鸡蛋的游戏区。啊，以后有一个还原的，大概两百三块鸡块。哦，我们有鸡蛋，你按那个上上下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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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做乡长的时阵吼，啊，咱地方足侪个金门人士到乡东甲到三江了。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一个荒废的地方，较早吼，才臭逼人搁较悬啦。啊，听着讲张英台基的复工，这是咱参埔乡大家共同上欢喜的代志。啊，所以我今日特别吼来，搁来现地看，希望讲，第一上重要就是讲，大家共同关心的是粮食。会当完工，吼、哦，所以我也特别来请教咱的这个厂商吼，加、哦、希望讲伫这个期间会当较紧的吼、哦、来完工，啊，还给我们平尾公路花园吼、哦，这一群人吼，和、哦、大家全国来的游客都有更好的空间。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吼、哦，就是我们现在施工的地方，吼、哦，贵杰军我知道吼、哦，第一个受到疫情，第二个。啊，因为这个工程的延宕，造成我们这里的店家很多的不便，我感同身受啦。其实我，心里坦白讲的早见，啊，而且吼，搁做过乡长吼，我干那足希望讲，较紧的吼来督促厂商，较紧甲完工，吼、哦、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县长、我们工所这边也都非常的关心，啊，比如说后续的优化的工程，也陆陆续续会来做。我希望我们宜兴人以后会成为一个啊，全国哈、哦、大家都想来的。好地方，啊！欢迎大家专线的好朋友哈、哦，来参会看花，来参会赏花，来参会买花，来田尾吃花餐，喝花酒，用花酿的酒，哈、哦、啊，吃花餐，喝花酒，拈花惹草的时候就就已经来解除工期的一个证据找钱了哈、哦。那县府和原来的施工厂商已经完成点交，哈、哦、啊，昨天。哦，就来复工了、哦、所以我听到足欢喜的，我刚才在询问坦白用的大喜事，而且呢，我们天尾人真的是非常有心。除了这个宜兴人现在哈、哦、的后续工程继续进行之后，然后有一些优化的哈、哦、这个设备也一直在陆续进行。就看甘心的，刚才北边这一块哈、哦，阮坦白人哈足侪啊，伫新美人士甲上水的诶树啊，吼、哦，甲花要种一下。哦、我希望大家能够拭目以待，才种的时候，因讲吼，咱长尾人种的树啊，吼，好树拢了外地看啦，吼、哦，爱咪希望讲吼，咱长尾人嘛会当看到好树啊，吼、哦，水的树啊，吼、哦、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正在施工，我们也很感谢哈、哦，我们田尾热心的人士提供，把他家最好的树种在田尾一七年，让全国各地好朋友都来这里哈、哦，一起来欣赏。啊，我嘛就感谢讲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啊，不管是从县政府、从公所，还是我们很多的地方的民意代表，都一起哈、哦，很关心我们田尾宜兴人。哦，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爱护我的家乡，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哦啊，大家拭目以待。哈、哦，因为在之前原有的厂商他提出保全证据了，然后造成说接续的工程他。我们发报工程的厂商无法进场去做，那这个部分在5月20号经由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已经办理现场的一些数量的确认那争议的部分就数量的部分就回到司法的诉讼去解决，然后现场就当天就已经交还给县府这边，那后续我们也跟既有的旧厂商跟新厂商做办理做点交，那日前都完成点交完成了。那所以在6月13号就昨日已经正式报警复工，那接续大概120日运签哈，我们会督导厂商跟编造这边哈，然后如期如此来把它完工。